就放在箱子里面，就是那个碰撞的时候会有一些那个烂掉的一些部分，有些三明治是内部会有一些发霉的一些状况。那如果这边有异常的话，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更换的。是如果他客户是反馈的话，我们这边也是会尽量满足他这个一个诉求的。这边的话，质量是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我们这边都是有和那个大型有资质的供应商进行一个那个供货的。我们这边的话也会记录一下这个情况，然后后续反馈给各个门店那边，让他们加强一下对那个品质的把控和管理的。